欧洲之旅25，法国圣米歇尔山。圣米歇尔山位于法国西北部诺曼的大区圣马洛湾附近，距海岸约1公里的岩石岛原是牧石山。西元708年，红衣主教圣亚伯特三度梦见大天使米歇尔之时，只是他在岩石山建座圣堂，顶端是修道院，院内拥有中世纪纸手抄本书写和插图，记载着历史，是独一无二的书籍宝藏。圣堂前有圣女贞德的铜雕像，向助大天使米歇尔致敬。圣米歇尔山已列为世界遗产之一，也是法国死之前必游的十大景点之一。涨潮时，米歇尔被海水包围住，不论涨潮退潮都靠一条长桥为交通道路。明天开始法国城堡之旅。